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地产天团的桃园特派翁姿曼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呢，就是最近非常热门的桃园市。你知道吗？根据统计呢，光是过去一年半以来，就有超过40,000人从双北搬到桃园来。究竟这里有什么样的魅力呢？今天就跟着我一起一探究竟，走吧。因为其实今天去的有些地方我没有来过，可是没有想到其实桃园有非常多新建案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好多个新的案子哦，然后就觉得可以参考看看。房地产市场来看，最近最热门的区域都跟轨道经济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要说在去年一整年全桃园最火热的地方在哪里，答案应该就是青埔了。青埔地区除了有高铁桃园站以外，还有 A17、A18 和 A19 共三个机场捷运站，往来台北非常的方便，当然就成为北客的第一选择了。可是你本身是住台北，你会考虑买到桃园吗？可能目前会先以我的生活圈为主，所以还是会以台北市为主。可是其实在接到这个案子之后，会发现因为有一些介绍啊，或是去看一下，才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还蛮棒的。对于很多现在的年轻人，我觉得是一个选择。因为像桃园它有很多主打就是案件的单坪数不会那么贵，可是呢你就可以买到一个环境也很不错，然后交通其实也很方便，包含现在有捷运啊或是高铁，所以我觉得都蛮好的。除了交通便利，青埔地区还有很多已经完工或是正在进行中的大型建设，像是去年刚开幕的 X Park， 现在马上就成为最热门的打卡景点了。桃园市的房价比双北便宜，是吸引台北人搬来桃园的主要原因。但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哦，这几年在桃园新增了很多很棒的建设，除了有捷运，还有各种大型建设以外呢，产业发展以及就业机会也是不断的在蓬勃发展当中。其实在交通便利以及北北桃生活圈的形成，有更多人看好北客宜居潮在未来会更加的明显。那如果要买房子的话，你有预算上限的考量吗？我现在还没有给自己上限，然后我觉得要挑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房子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。所以我觉得挑房子就跟挑对象一样，就是缘分。可是有时候房子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真的看准就要马上下手，因为有时候很快就会被卖掉了。还是要看缘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缘分。对对对。你买房子会希望婚前还是婚后，还是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？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。这有可能闪婚吗？很难说因为我还蛮看感觉的人，但是我不会一见钟情，我是那种很需要时间慢慢相处的人。有好消息会跟大家讲？会有好消息就会跟大家说。没有那个时间表？没有时间表。带大家来到的是桃园另外一个超热门的购物区，就是 A7 重化区。这里的地理位置位在台北跟桃园的中间，但是房价却是凹陷区。在这一区呢，有很多主打轻种价的建案，所以不用到千万就可以买到房子了。对于很多购物族来讲，真的是非常的友善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桃园的建案资讯，都可以到地产家的苹果地产天团专区，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资讯可以提供给你们哦。我是翁姿曼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